年九月中被霸凌到现在，王宏伟委员也谢谢黄世昌老师、王世坚。我的霸凌案件是超越蓝绿，我要先谢谢每一个帮我加油的人。不然我觉得我活不到今天，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经验。我希望从此之后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、霸凌者。我们提出呼吁的时候，他们继续霸凌媒体加资深媒体人、立法委员，还有名嘴，台湾集体霸凌事件。我没做的事情在电视上都留下记录，现在是网络的时代，全球的网络都看得到。在节目上他说有人证、有物证、有 VIP， 检察官说那这些通通都没有，你要怎么解释？说我滚床单。蔡玉珍他也跑去政治到了，说哦，这个人还没结婚，中国小姐，已婚人士。那时候1999年，我根本还没有结婚，污蔑串联。